是由小喵在这边呢，舞台时间陪伴大家哦。所以现在呢，听到小喵声音的朋友呢，有兴趣的呢，现在可以赶快移动到我们的舞台前面来哦。我们等一下呢，上午呢会先有三组表演者为各位带来精彩的演出哦。好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那一样呢，今天呢，我们有准备了非常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，包含昨天大家最后非常踊跃争夺的这个随机的挂轴，还有呢，我们旁边的这个大奖哦，也是呢，今天的舞台呢会陆陆续续来送出给大家哦。所以呢，现在听到主持人声音的朋友呢，已经可以慢慢的往我们舞台这边来移动了。稍后呢，马上就要迎接上台呢，我们今天上午的三组演出者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下午呢还有更多的表演者呢会轮番上阵哦，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、非常好玩的午后。